用声音拥抱你，用故事温暖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汪卓成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长大以后做什么。蒲公英，蒲公英，长大以后做什么？我要做一只大狮子，金色的鬓毛又浓又密，一只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。是吗？你要做一只大狮子？大狮子好啊，可是这片原野对大狮子来说太小了呀。可不是吗？那我还是做一朵蒲公英吧。小鱼，小鱼，长大以后做什么？我要做一头大鲸鱼，畅游四大洋，一头游得飞快的大鲸鱼。是吗？你要做一头大鲸鱼啊？大鲸鱼好啊，可是这条小河对大鲸鱼来说太小了呀。可不是吗？那我还是做一条小鱼吧。蜡笔，蜡笔，长大以后做什么？我们要做一片大森林，长满了蜡笔树，一片彩虹颜色的大森林，然后用绿色涂原野，涂出一片跑啊跑啊，永远永远也跑不到头的原野。接着用蓝色涂大海，涂出一片游啊游啊，永远永远也游不到头的大海。那我长大以后要和狮子一起赛跑，跑啊跑啊，一直跑到原野的尽头。那我长大以后要和鲸鱼一起游泳，游啊游啊，一直游到大海的尽头。喂，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？我的故事讲完了，春天也静悄悄地来了，我们一起静待花开，隔离病毒，但绝不会隔离爱。最后给你一个拥抱，一觉醒来明天会更好。晚安。